我意乱情迷，我追求。佢冇同我签喎。嗯？点解？最多咪俾佢摸下。怕咩啫？做成粒生意，成个古老石山咁。似佢，我仲细架嘅。喂，一齐食宵夜啊！中，喂，去食宵夜啦，好唔好啊？好啦，我换件衫先啦。讲开又讲啊，公司唔系冇人才噶嘛，系嘛？唔介绍下。好啊，呢位 Charlie，Joey。Hello。呢位。咁我系多嘢做啊嘛，咪嬲啦，食饭。喂，小姐，占卦要话算命啊？哦，请坐，睇三世。喂，原来你前世系做师姑。好事嚟嘅 ，Miss Lam 咧？哇，估唔到 Charlie 啊！如果唔系告到个甩裤，我知道你哋好嘢 ，David， 我唔想再讲。总言之，我系有我苦衷喺你而家唔中意我啦，你中意嗰个婷婷啊嘛？系咪啊？你讲啊！仲有好多地方是需要改善的，不过迟一啲。我咪就是好想嚟嗰个啦。香港有咩咁吸引？我都不知道自己有没有睡过。如果你喜欢的，我可以慢慢陪你跳。